个平口的，很完美的感觉。对，它前面有做这个胶条，可是它其实有袋子，其实不太需要担心。然后它后面就是这样，整个是大露背，做这个抓皱，就也是让你非常显胸。它就两个颜色，然后是这种针织坑条的，是有弹性的。所以它做的其实蛮合身的，然后包覆性也很够，但它不是 bra top 就是你里面要自己穿平口的。平口，对。然后下面的话呢，它就是做这个松紧，所以它就可以有做这个缩腰的效果。我觉得它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它有一个防滑带，可以绕脖，也可以绑在这里。所以如果它绑在这里的时候，那个胶条它就可以把你固定在那里。反正也有做一圈松紧，松紧，所以它就让那个腰也把你束好，又有显胸，又有腰，身材不会很有小曲曲的感觉。对，很可爱哦。这样子腰就不怕吃很饱。对，它的松紧也不会勒，不怕。要对，见它是有一点混色的，牛仔的感觉，对，很特别。摸起来是不是表面上面有一种网？对，因为它是那种坑条颗粒感。然后它这个呢，可以有两种绑法，一个是可以绑在前面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它像纸纸这样子把它绑在脖子上面的。或你是我这种身形，然后你又是有比较巨一点的话，你就是看你要贴胸贴就好了，或者是贴一点点那种就比较薄一点的那个 New Bra， 这样我觉得是会比较漂亮的，而且你会穿起来比较轻松一点点。那这个小裙摆啊，在你的胸下就感觉你的这边就是腿了、啊。